下我，我用广东话嚟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真的会讲，很懒的，哦，听唔识讲嗰啲衰嘢啦，是是是是，马鬼烦啊！今日我哋咧，俾热情嘅掌声，刚才呢啲出唔出声嘅台湾朋友，俾啲掌声佢哋，冇你命啊！但啊，现在我要讲一点点广东话，因为刚才咧。你记得吗？在后面我们拜拜的时候啊，是是是，有个小小的小鬼，哦，穿西装那个，哦，老老的老头呢，哦，他叫做张耀永，我知道，这个老鬼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其中一个老板，因为老板很多嘛，哦，这个老板厉害啊，真的吗？对，刚才他很有眼光，哦，他神经病啊，叫你跟阿朱咪咪个墙走嚟啲红馆去开 party 咯。又冇啤酒飲，哈！你又似你啊，但是很厲害。他跟我說：阿張耀永啊，你撇噶嘛係咪？走咗走咗，佢喺度湯圓燒豬咧，無啦啦傻起上嚟咧，自己本應今日咧，嗱呢個掌聲真係要俾多次佢哋嘅，因為呢度講呢度散咧，其實今晚呢個 show 咧。都是你的黐線的，不要偷偷罵我啊，你就聽不懂了，我說你很水水的真厲害啦，你這個因為他們呢本應是答應他們一起來做呢，就在今年剛剛過了那個聖誕節，聖誕節來這裡數埋大佬，我驗人都未驗到的啦，哪裡夠時間做宣傳呢？但是呢他說不是，因為呢啲老闆啊，呢度有今晚好多老闆，多謝曬先啦。佢話：既然喺上海，你班小鬼嚇喺上海辦了兩年呢個上海平安夜 crazy party 咁成功，香港點可能冇 MC 可當？你話係咪？你又聽得懂咩？我聽得懂，聽得懂。我聽不懂，聽不懂，聽不懂就對啦。真的假的？聽不懂。所以聽不懂啊！明年你不用來，你慢慢做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咧，其實咧，啲老闆咧就還掂有一日期，唔驚啊！你嚟試下啦。一試，張耀永就講嘢啦，啲矮仔多計，佢同阿老闆講話，開 party 咧，點會冇可能冇啤酒飲？大家坐喺度噶，謙虛謙虛，好啲咁樣。佢話奶錯啦，我咪你懂嘅。懂懂懂。剛才你有沒有看到那些辣妹啊，飄得比不爽啊？你睇下 MC 人嗰啲做咩咧啊？殯儀館啊，家陣家屬謝禮啊，點可能佢唔會飛跳跳落去啊？大佬插欄啊！所以咧，我聽見張耀永話，今日嘅觀眾非常熱情，係咪？大家期唔期望今年嘅 Halloween 萬聖節，我哋每年都有佢哋同我哋開？他说他说还有什么一个红馆的部队啊，那不然带你去飞机场，飞机场你听出来很吸引的，好想去了，你不懂的 MJ116 厉害了，来到香港第二次，今次上一次已经有 MJ116 顽童夜夜六就一六一了，去了哦，哎呀，去了我只知道 6141 你问了 MC 人啊，他们叫你跟过嘞，真的吗？喂，香港很厉害耶，好好好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很快了很快了，因为 underrun 了我们，哎呀，不到12点不放他们走啊，所以呢，大家请留意啦，今年萬聖節，我哋成唔成功辦到一個 crazy 有辣味有？